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 Bruno，我的名字是 Joseph。我愿在这个学校喜欢要想要说闯关。我知道我们的闯关意见不太好，但是我们想要说闯关。Rosie。你喜欢学习？你每天喜欢学习什么？我每天很喜欢学习唱歌，有英语、法文，和英语。英语有法文。你也工作和英语吗？我每天工作，我每天说英语。早上、下午、晚上，是的，是的。也啊，早上，早上，是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有朋友？因为，我有朋友。我懂你，你喜欢和你的朋友说吗？是的，我很喜欢和我的朋友说英语和唱歌，有时候放歌。你很喜欢说，很喜欢学习中文吗？英姐，我不知道。以前我很喜欢，但是我不知道，我不喜欢了。喜欢了。我不知道，但是中文是了，太无聊了。唱歌太无聊了，但是以前我喜欢。什么时候我觉得教官并且无聊了，有时候有时唱候，歌太无聊了，但是。但是你现在有什是么？的，你在网上喜欢学习吗？我觉得我在网上很喜欢学习，但是我想要和我的朋友喜欢学习。我觉得我不知道，你也喜欢在网上学习，还是你想要和你的朋友在我不知道学校学习吗？我觉得我很喜欢一个人学习，但是，成文我不喜欢。唱歌不，我不喜欢学习唱歌一个人，一个人我不知道。我不喜欢，但是反观我很喜欢学习一个人。你在家喜欢学习方法我每天在家，没见。我每天在家好，学挺好。习法文。但是，荣幸，谢谢，谢谢。再见。